大家好，我是 Data 數據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朱。今天我会带朱老师去吃潮州餐厅潮香四海。今天为什么我们又来吃潮州菜呢？因为上次有网友指定要求我带你来吃潮香四海，因为潮香四海就非常正的。这间餐厅的价钱就非常亲民，更重要就是它的食物就非常正宗。今次我们就来到红桂分店了。现在我们讲讲交通路线先。要去餐厅，我们在红岭站思怡出口出，跟着我们向左手边走，这条就是红桂路。我们沿着红桂路就向前走，看到红桂大厦，我们走进去里面，再向前走就会看到潮香四海红桂分店。今天我们就未到11点就来到这间餐厅了，因为想拍清楚个餐厅环境啦，咁所以就早咗少少。呢间餐厅咧环境几干净嘅，大厅咧就有好多张台，主要咧就系四人台啦。咁另外咧佢光线咧就比较系光猛啲嘅。我大概咧5年前咧嚟过，当时咧佢就系新开张，而餐厅环境咧同当时就真系差不多啊，保养得好好。仲有咧呢度仲有5个包厢，喺包厢入边食饭咧就冇低消嘅。即是没有最低消费？没有啊，包厢就是先到先得的，即是哪个book先就是哪个了。是啊，最重要呢，这里的价钱是非常之便宜的，几年都没加过价。几年都没加过价？是啊，因为近这几年加价很多餐厅加得很犀利，深圳都一样。因为它是直接去菜市场拿货的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咯，所以呢就是非常之抵食的。就因為佢非常抵食，我先帶你嚟試啫。嚇！呢間餐廳嘅人手好足㗎，而且佢哋都好熱情啊。所以就以咧大排檔嘅價錢啦，就享受到咧餐廳嘅環境啦，同埋服務。食飯之前咧，我哋就飲杯佢哋咧特製嘅茶。呢個茶叫黑豆熟地茶。先。茶的味道真的非常特別，嗯，是很特別的，就飲落去比較舒服咯，係咪？因為喺呢間餐廳食飯咧，好多人都會食海鮮嘅，咁呢個茶就可以開濕。咁啊，要飲一杯啦。今餐我哋就叫咗咧一個湯啦，4個小菜同埋一個甜品，全部咧都應該係啱朱老師食噶啦嘛。係啊，全部都啱我食嘅。咁我哋食飯之前咧，就先飲湯啦。我的湯就是手打魚丸紫菜湯，價錢就是38元。咁啊，麻煩老師幫我畢一碗啦。啊，咁呢個湯咧都好多材料下喎。係啊，紫菜非常之多。係，紫菜非常之多，而且呢個紫菜好大件。嗯，好鮮喎。好鮮。嗯，好鮮。咁仲有啲魚蛋咧，切得好大粒。呢個魚蛋好 Q 彈。其實我唔係好中意食魚蛋。係啊。因為我覺得佢有啲鮮味啊，但呢個又冇喎，冇鮮味，而佢嘅湯咧，我覺得個紫菜味咧，好重，好重。所以我覺得呢個湯咧，佢整體咧個味道都好夠。嗯。第一碟菜咧，就試呢個咧五仁嫩豆腐，價錢咧就係25元。而家我試一件喎。好啊。嗯。那個味道同我想象係好唔同。嗯。即係同其他普寧炸豆腐。唔一樣，呢個係有啲甜嘅，呢個係甜嘅。甜咩？而佢豆腐裏邊咧就好嫩滑，外邊就相當之脆嘅。嗯，而且佢加咗啲五仁粉。五仁粉。少少甜。因為我哋經常食普寧炸豆腐咯，我覺得食呢個豆腐就幾有新鮮感，同埋幾好食。嗯。之後咧，我就試下佢個招牌啦，招牌蠔仔螺。咁裏邊材料都好特別嘅。嗯。咁呢個蠔仔咧，佢入邊就係有芋頭蝦。同埋魷魚、蟹柳，咁當然就有蠔仔啦。一年就賣出20萬份，價錢就38元，我哋咧叫一個細份。嗯，咁我哋試下啦。來，啲蠔仔好大件喎。啲蠔仔好大件，同埋好多份啊，好多。佢炸咧，我覺得炸佢炸得好鬆滑。嗯。同埋咧，佢除咗蛋之外，佢點解仲有啲係蝦係咪？我覺得佢呢個蠔仔即係比較大隻啲。蠔仔比較大，所以佢呢個蠔仔螺咧係有自己特色。係，今次咧我哋就嚟試下呢個潮香三寶啦。價錢咧就98元，咁呢味菜咧係阿朱老師咧親自點嘅。
都是佢招牌。咁佢里边咧就有呢个咧鲍鱼啦、花胶，同埋鸭掌。朱老师啊，先试下呢个鲍鱼先系嘛？系啊，切开先。都几大只。切两嚿系咪？唔使，你食晒咪得咯。哦，唔系，我都唔系咁自私嘅，一分一分俾 data。有得食真系估唔到啊！呢、這個鮑魚我覺得就都幾有咬口，好口客。呢、這個汁咧都好鮮味。所以個鮑魚加個汁之後咧，個味道咧就唔錯。咁落嚟咧，我就試下呢個花膠啦。咁咪你試下定我哋試下咧？我哋試下。哦，我試下，切咗先。哦，呢、這個花膠都好大件喎，好大件，好大件。哇！而且呢個肉好厚。老师食件大的啦，你唔好客气啦。哦，好好，唔客气咯。嚟，诶，哇，饮多啲汁先。啊，呢、這个花胶嘅质地咧都几唔错。因为花胶咧，佢系有嗰个鲜味嘅，同埋咧佢真系好大件。系，切开四份咧，每件咧有翻咁上下。系。最后咧，我就试埋个鸭掌啦。咁鸭掌都唔使切啦。你一个人食啊嘛？系啊，我一个人食。真的很大隻啊！係啊，真的很大隻。我咬一啖喎、啊。不如你選整骨俾我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分工合作。分工合作。啱先試咗嗰個鴨掌咧，好入味啊！我覺得三樣嚟講咧，鴨掌咧就最入味，而且火候咧就做得很好。最後咧，我就試埋個滷水拼盤啦。價錢就係48元。佢裏邊咧就有誒鵝肉啦、鵝肝啦、炸肉啦，同埋咧雞蛋。咁第一樣我哋試乜嘢好呢？我就試下呢個鵝肉。好嚟，我試下一件先。都真係好食，係咪？不過汁好食，不過鵝肉咧好似略為暗咗啲，暗咗啲少少。之後咧就試下鵝肝啦，係嘛？好啊好啊，我試少少嚇。你試少少。呢個鵝肝咧都幾 OK 噶，雖然呢只就唔係入口即化嗰種啦，但係個味道唔錯。跟住炸肉啦，炸肉，我覺得炸肉好夠味。其實呢個滷水咧都平均都好夠味。嗯嗯。因為咧朱老師咧仲要試個甜品啊，咁所以咧雞蛋咧我自己試啦。呢、這個雞蛋好似個蛋黃好多，係咪？呢個雞蛋咧佢都幾得意嘅，個皮咧比較硬啲嘅。嗯。咁同埋個滷水味係唔錯嘅，同埋正如你所講啦，佢蛋黃比較多。嗯。鴨肉就是我們的主角之一啦，烏泥撈燕窩。啊，價錢就是68元。呢一味咧就係阿朱老師咧好想試嘅嘢。係啊，因為 Data 咧就俾我食我啦，佢話叫我一個人食喎。呢個係你講。我咧就非常幸運啦，朱老師就分咗少少俾我試一試。咁你覺得點樣啊？我覺得嗰個烏泥咧個質地好好，有啲流沙嘅感覺。咁燕窩都好多喎，佢加到，所以咧佢兩樣嘢咧溝得埋，個味道咧就相當唔錯嘅。嗯，食落去好飽肚。最後我哋就試埋呢個三果啦。呢碟咧就係餐廳送嘅，就係咧煙青芒果。我上次試過咧就好正噶，好得意噶，而家試下。我睇酸唔酸先？係好酸嘅。嚟嚟嚟嚟。睇到流口水啊！係嗰個酸梅粉係咪先啊？酸梅粉，嗯，即系话梅嗰、那个，嗯，吓，我点个少少先，嗯，酸，但系好爽口，好爽口，嗰、那个酸味都几犀利嘅。但系食完饭之后再食呢个水果咧，就有种解腻嘅感觉。今、嗯、餐就食咗321，321元，咁啊连埋两个茶位噶啦，份量就非常多啦，同埋阿朱老师又食到咧自己心头好。老师，你觉得边个菜你最中意？肯定是呢個燕窩啦。哦，咁啊係，咁係。同埋差唔多你食曬。係啊。咁你覺得邊個菜最啱你食啊？我覺得咧五仁嫩豆腐咧好有新意啊。同其他地方嘅潮州菜唔一樣係咪？係。同埋我覺得呢間餐廳嘅潮州菜咧真係比較適合香港人口味。喂，唔知咧網友咧推薦我帶你嚟呢度試下啦。所以要多謝佢一聲啊。而我最欣賞咧就係呢個老闆咧咁多年咧都冇得點樣加價。呢個老闆都幾良心嘅喎。所以大家嚟深圳玩啦，想食潮州菜啦，潮香四海一個咧好嘅選擇。今集介紹到呢度為止啦，下集咧我哋會再介紹咧其他地方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，拜拜。拜拜。